警察靠山。是不是姓孟啊？他姓安。对了，姓安。我是姓安那个小崽子也是，整天他妈对我阴魂不散呢。可是在这儿呢，他妈在这儿啊！怎么说？徐若达，你是大人哦，你不至于跟我们这帮虾皮蟹将一般见识，饶饶我弟弟一命。你让我干什么都行，把你的同伙绑来见我。昨天把那电视给我砸了啊，什么档次跟我用的一样。